过了。待会呢，有非常多远传今年的独家优惠好康，通通都要来告诉我们给大家。所以呢，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都可以呢往我们的舞台前方来靠近哦。最后的三秒钟，好的，再一次掌声，谢谢我们的远传电信小爱跟小文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好了，欢迎大家再次呢来到远传电信的舞台活动现场。刚刚没有拿到礼物觉得很伤心的，请举手，有吗？对不对？想要拿礼物，跟我往前靠近一点点，我们就好好把礼物呢给大家。好，想要拿礼物。